的很厚，非常的厚。目前雪还是持续的在下中。前方的那个通潮的雪非常的多，还有下面的树枝啊草。1月8号，目前在18号巨木前的栈道上的积雪状况，目前还在下的雪。18号巨木上面的雪还是附着了很多，然后慢慢在飘，然后下面的雪积了大概有20公分厚了。哦，都看得见。然后这边墙壁上也积了10公分以上，都是往达官顶的阶梯上去的。好，目前在往我前面走，我都是在18号这边，积的很厚，非常的厚。哦，那18号的正面，一样雪白的树身在前方。